是要有格调的。你看哦，连童话故事啊都有玻璃鞋。你们，我觉得要好好打造一下。没关系，我带你去 M Lux， 走。腕表系列采用顶级的机芯，外观上简练大方，不浮夸不花俏，绝对适合专业人士以及商务人士的需求。啊，好好好，我手上这么多款女款腕表，我要选哪一款好？哎，你这种失恋的人嘛，一定是啊，这是我们 Amazon 最好卖的女款表哦。哇，好美耶！对，你看哦，它可是采用我们陶瓷制作的腕带。低调的成熟，戴上它，作为一个有自信的女人吧。嗯，哇，这里好多男款表哦。买多一个人造皮质的，送给你未来的 boy。那必须的。嗯，可是作为一个专业的女强人，这还不够哦。为什么？想要知道？跟我来。老板，不知道选哪一个啊？相信我，这一个很适合你。你看，哇，气质成熟稳重，是这个，没有错，就这个。如果再配上一支钢笔，那就肯定不会错了。钢笔系列采用人体工程学的原理，哇，它的笔身设计握起来真的比较舒服嘞，我感觉自己 pro 了。Me too。就对啦，现在我们洗心革面，做一个女强人。嗯，做一个女强人。嗯。啊，在还没有真正变成女强人之前呢，我已经配布了女生专用的木蜡瓶来载我们了。所以不用担心，那个司机呢是有考核、有面试、有 JPJ 来证的，所以很安全。嗯，我不想要给臭男人骗了。很好，走。